老师，谢谢邓平燕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，我还是要重复一次，就像亮哥讲的，无迄个永远的赢，你无可能赢每一个人，但是你赢你家己就好。所以今日不管输赢，你已经赢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子宏老师讲评。因为你唱这个歌，我很感动。我也是第一次听你唱这首歌，应该说我第一次听别人唱这首歌啊。那我觉得有唱到我跟我想等一下亮哥如果可以讲评，也有唱到我们的心里面去。因为我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一直被制作人追杀，说最后一首歌要帮你做一个曲子，我一直被追杀。后来写出来之后，我就赶快给亮哥填词，然后他词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啊。这个词，对，就是这个词。最后那个飙高音，其实那是平燕自己飙上去的。对，对，哇，好，那其实刚刚好，平燕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默契，就是我平燕唱到最后那一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心里就在想说，这一句如果飙上去一定很猛，结果你就飙上去了，我就觉得哇，哦，你没有事先吩咐，没有，我根本没有听过他唱，哇。对，然后对我们 demo 唱完之后交出去就，对我那时候真的心里想，如果平燕这个飙上去，这个亲生的有感应，对，这边动的了解啊，这真的亲生的，我觉得很棒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今天平燕表现，我给你100分，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好，我们来问一下亮哥，平燕，老师好，哇，你真的要谢谢小花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刚好在这个点，然后这首歌产生出来，然后让你唱到，我觉得这也是命运的安排。因为当时子宏老师把这首曲丢给我，我在想说，平燕如果能够真的在台上，我们一直讲说你能够在怎么样在这舞台上成长，那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成长的歌，心中的歌没有你唱。那今天我真的也是很感动，我第一次听到你唱这首歌。那不管魔王给你多大的压力，我觉得你就是把整个这首歌的想要表现的精神，你都很全神贯注的把它完成，而且最后那个高音是你自己飙上去的，那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对音乐有敏感的人，你是一个音乐人，你不只是一个歌手，你是一个完全在音乐里面长大的一个小孩，哦，我很开心你唱了这首歌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补充一下，我还没有征求亮哥同意，但是平友跟你说，不管你这一关输还是赢，这首歌都是你的。哇，可以吗，亮哥？可以。这首歌就是为你而写的。OK， 我们听到你的成长。哇哇，好。谢谢老师。OK。